呢段片是九龙湾去油塘，油塘好像我要在导航找回个地址出来先啊，不是 OK。咦，我在 iOS 找过的地址是不会在个 Tesla 的 UI 出现的，我是要人手啊，不是，我在 Google Map 找的，我都不会，那 Google Map 是不会 send 给这个Tesla， 跟住我要在部电话 share 个地址俾部车，跟住就可以自动导航啦。好啦，后波都唔系啊，后波都系准噶啦，我谂直接揸得噶啦。剛才我摸到個車頂的窗呢是興的，我覺得差不多有70度的。這個相機呢現在擺的位置就在我額頭那裡，我真的要問 YouTuber 究竟影車前面究竟應該擺在哪裡呢，還是用一支更加歪的鏡擺在後一點的地方，不阻我視野的，但是我怕我的額頭撞到部相機。好啦，呢度就是九龙湾啦，前面就是九展啦。嗱，睇落相机应该录得几好嘅，即系相机嘅 view 同我哋眼嘅 view 差唔多，即系佢举高过我哋眼少少啦，右少少啦，即系比较近车门。Google Map 就点我前面左转呢、這个唔记得叫咩街啊？宏照道系。即是過了 Megabox 然後上橋。我記得前日還是昨日在 Google Map 就望就點過去呢、這個EMAX 上橋嘅，不過我差唔多嘅啫。第一次試，其實我今次仲送試埋呢個吸盤掹。嗱，我剛才望到車窗係絕對係辣手㗎，但係好似又吸到咯，即係吸到喺車頂咁玻璃咯。即係如果車頂嘅玻璃咁容易爆，我相信有 YouTuber 報曬出嚟啦。咁但係真係辣手咯。即係我坐喺車就唔係特別覺得熱，因為開咗冷氣 21.5 度。咁但係車頂塊玻璃真係辣手。啊！呢度唔可以轉右，啱啊！直行去到尾嗰度。其實呢個中數宏照道唔塞嘅，因為要翻工嗰啲車啊開曬送貨未到。嗱，呢段片就試埋相機冇 IS， 淨係用車。其實我就 visually 見到部相機幾震啦。前面就是 Megabox 啦，已經見到 Megabox 嘅，唔知龍尾定係點樣啦。啊 ，Megabox 我係其實就係拍過一次喺地牢喎，我未轉過上九樓喎，即係我諗轉上九樓都幾經典下。嗱，頭先部相機對焦好似有啲，即係對唔到磨，即係對住塊玻璃，但係對唔到望遠啦。但係而家好似好 OK， 咁但係我翻去係都要將部段片 upside down 咗佢。呢部唔係高普，呢部係單鏡，呢部係無反嚟嘅。啊，前前大大嘅黃格有兩架車停 X 咗喺度。呢段片我唔會 filter 粗口嘅，應該都未必係我開先，係啊，係對面。而家時間是10:08，我呢個角度其實影唔到個 mon。係我對埋佢啦，對啊！喂喂，咁嘅。慢線是轉左啊，轉就係、是、轉左嘅。
其實開頭頭嗰十次揸呢架車，我係唔敢淨係用嗰個 regen brake， 但係之後都會踩 brake， 但係頭先嗰下係冇踩 brake， 我淨係鬆曬油門。即係起碼原來我鬆曬油門，佢 brake 到咧，起碼仲有一米咯。嗱，而家部相機影唔到我個 mon， 其實我想揾個角度係影到我個 mon， 再加埋星星嘅，咁就佢未見到條黃線。咁個車個 mon 其實佢要有 sensor， 就係、是、黃線就應該係80至60cm 到嘅。咁見到嗰條係灰線咧，就應該係差唔多一米。其實80cm 其實揾個人都過到嘅，一米就好鬆動咯。呢架車其實車頭都唔係特別長 ，I mean 三系嘅車頭可能會長啲添。好啦，教翻音樂啊，不如。咦係喎，點解停咗嘅個音樂？係啊 ，Spotify 係會間唔中突然間停咗。呢個第四台。求其喺 Spotify 播首歌先，又可又得翻。究竟是慢線定是快線上橋呢？我是慢線，是啊，慢線。不都夠位卡的。不是喎，好慢嘅其實。哇，佢都係會錯一下喎，唔知點解，即係唔知上斜啊定係點樣。嗱，頭先我另個頭呢個額頭就好似揩到部相機啦。啊，係喎，觀塘工業區個出口去油塘嗰個。唔係油塘啊，都可以油塘嘅。今日天朗氣清，如果拍回程，其實天氣幾好啊。架的士嫌我慢喎。喂，大佬，觀塘繞道呢個鐘數咁多車，你開個90俾我睇。那個車叫 Gucci， 好啦，用茶果嶺這個出口啦。我好像說過呢，這輛車呢，它的方向燈在左邊，波棍在右邊，打左灯变咗有拗波，我相信一个月之内都会出现呢样嘢，但系呢日速度又唔到拗波，所以唔惊。
我覺得啲 YouTuber 係用個再歪少少嘅鏡咯，跟住就擺喺後少少，佢應該係影嗰個 dashboard， 再加埋成塊擋風玻璃。Wada 掟我呢塊擋風玻璃嘅一半，同埋你話我係咪執咗？我記得開始錄影之前，我好似校咗水平噶。好嘈眼燈，佢過唔過到呢架的士呢？過到啊！佢話我左邊車頭太近，左邊去麗港城，右邊去茶果嶺。哇！但系车顶块玻璃依然系辣手噶，唔敢掂啊！哇！呢个位，哇屌啦！架的士，算啦，香港日常啊，呢啲真系。最歪的是几多 mm 咧？真系要翻我屋企 check 下。呢部相机最歪就十，最歪支 cam 系十一，三十五 mm equivalent 即系17.6。啊，呢度好似会将会有个出口去东水，定系唔知咩？将军澳蓝田隧道系啊，所以又整路整到傻咗，梗系就喺呢度左手边。不过就算唔系整路整到傻，呢度学车地段都系揸慢啲好。呢程車用咗15分鐘喎，差唔多。冇計啊！呢度咁多重型車輛。觀塘係出名嘅娘親地段，即係呢度已經唔係娘親中嘅核心。前面是没有学神大佬的，不过依然是这样的速度。是，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Tesla 的厂。
係咪唔夠一個月就入廠就好好咩咧？其實係一啲好奇怪，我唔知點解會發生，但係真係少到唔少嘅問題，就係佢嘅 never 淨得 3G， 我懷疑佢張卡有問題。咁呢度係油塘消防局，咁我唔轉入去住啦，因為前面有 X 格田螺喺度。冇嘢嘅，你扭入去你都係塞嘅啫，咁俾對頭車過啦。嗱，除非呢架車想轉左，咁我就頂住佢啦。係啦，咁樣頂住佢。咁咧，佢都可能頂到我嘅。咁我就話俾你知，嗱，我轉右先嘅。好，最後就我見到 Tesla 間廠啦，不過啱啱好似有架火車頂住，係頂唔到嘅。OK， 好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看。是不是停在这里啊？不知道。